然后一样，半径是左右要一样，然后绕在什么对面这个球上，把它绕上去。好，接下来大家边看边，我先边做边看我这里，来各位看一下，注意看一下这个木瓜黄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做出了木瓜黄的第一层，接下来做木瓜黄的第二层，再做木瓜黄的什么第三层，所以总共好几层，三层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做的是花蕊跟第一层的结合。好，现在我在做第二层，注意的事项给各位讲。讲完以后，各位就直接可以做第二层跟第三层，把它做完成。好，你这样打起来以后，它这个花怎么样？花才会慢慢的向里面密合住。你不去打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就会摊开，就不好看。那你的花要向里面的话，这后面就是啊，每一层都要去打一下。那我这是偷懒的，我是因为晚上自己做，以后你要做时间偷懒，可以偷懒，做两层就打十次，做两层打十次，有没有看到没？我这就是偷懒的方式，做两层打十次，这样子也 OK 啦。啊，我因为是教课，所以希望大家确实一点，每一层都打一层。做花的时候我也跟你讲嘛，你要做舞台布置，你不要都做同一个颜色嘛，你一定要懂得做什么颜色跟什么变化哈。你们边做边听我讲哈。啊，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啊！你做花不要都做一样大朵 哦，那个花要做大大小小朵哦，有大的有小的啊、哦，然后再来就是颜色也要有点不一样啊、哦，这样子才会比较缤纷，比较好看。